嘿，Hello，大家好，我是阿酸。今天这个有一个飞行器挑战，那免费参加的，我们来试看看吧。它是2v2的飞行器挑战，直接加入。好，是选卡型的吗？OK，选卡型的，好，那就拿冰冻。骑士，好，我们手上有地狱塔，所以这样子应该可以。然后电法跟崔健哥就拿电法好了。好，那我感觉他这个剑鱼目前这样看起来比较不会克制到我们手上的现有的东西。哦，这个渗水速度又是比较快的。好，毒药有需要就补。好，毒。哇，这个崔健哥也跑太快了吧！队友为什么拿了一个让我不知所云的？什么啊？我网路好像有点那个，为什么排不出来？发生什么事了？我网路好像没有很好。好，嘟。啊，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好，不错，这个大闪精巧，直接打掉，然后糟喽。好。在努力中。有需要就补冰冻，直接冰冻如何？冰起来。哦，有了。好，冰冻太痛快了。虽然说刚网络有点不是很稳的情况下，开宝箱，我要开宝箱啊，来不及了。好，这个大闪或小电，大闪，野猪啊，对方有旋风诶。对方竟然把旋风留给他，对方了。那我们对空还是有点需，也是有需要。好，电法，啊，气球需要手的。好，对方小闪，小闪旋风。哇，竟然还有这个。先冲一波喽！先赌他没有旋风。啊，有。冰起来。好险没被撞到！
糟了，电法，需要电法的协助。哎呦，公主被炸死了，真可惜。这边我们需要盯住哦。还是炸死了我们很多单位。好，一下一下的在努力的。好紧张哦！有了有了有了，直接直接闪掉！好，拆掉。好，这里要冰起来。超混乱的，好，狂暴了，狂暴了，加油，狂暴太有趣了。我们需要快点锤一下就好了。这个这个野猪下狂暴真是救命符啊！对方有电法的情况下，硬是把它冲进去，冲到底没有极限。今天网路怎么这么慢？好了，这个长毛哥布林，哇，这里怎么选好呢？巨人好了。狂暴伐木工电法或火法，电法火法火法，把火法给对方，我们可能会比较麻烦，因为我们这边野蛮人可以用来守皇家巨人跟对方的巨人，但一旦后面跟一个火法的话就麻烦比较大。完了，有点紧绷。不是这样子的耶。啊，来不及了。哎，好，撑住。好，漂亮的火球，这个火球砸的还是挺不错的，这波打还算蛮凶的。好，我们胖胖跟上喽。剑雨先下去再说。诶，我的剑雨怎么没有出去？快点把这个恼人的崔健哥给挤了，不是崔健哥，空中崔健哥，超麻烦的。好，剑鱼，啊，没吃到公主，有点可惜了。
的屠夫。先把那后面后排给解掉，太难处理了。快点哦，至少要先爆一塔，不然没得玩。哎，这边有公主，你注意看。噔噔噔噔噔噔噔！快点快点快点，夹进去。耶，刚好吃掉一堆东西。哇，这个相当精巧。好，快点，我接到他的。有了有了有了，这波应该很强，因为刚刚那波箭雨刷下去的，连对方的亡灵大军都预判到了。诶，怎么还没？等下，我以为赢了，我怎么看错？我变猪队友了，我有。啊！我以为赢了，我错了。啊！天哪！我到底在干嘛？我以为赢了，我想说赢定了。啊，对不起啊，队友，我真的非常抱歉。我们应该可以赢的，结果死在了我的粗心大意身上。然后想说稳稳的，其实刚刚再赶快压兵上去是可以，防守血量是很健康的，好吧？唉，过去的事就别再多说了，那我们向前看齐吧。屠夫兵法，屠夫，好，弓箭手，啊，这场一定要再拿下来。没问题的，可以的。哇，看这么多东西好吗？可以，龙宝宝飞过去。哇哦，对方这个有得手吗？哇，他骑士有点后面呢。好，火箭下去。哈哈，好，我觉得我火箭好像炸空了，因为他刚好也喷了大神下去。哎呀，真糟糕，看起来配合的好像有点问题啊。好，在努力的压。好，我的野猪要来了，这只是猪童。好，我们完了，这波兵又压的有点太多了。守得住吗？不晓得。好，但至少血量打回来了，血量打回来倒是真的。哦，要吃火球了吗？糟糕，这边有得解，秋剑哥别死。好，穿过了。好，目前为止还是不错的。用砸的，可以砸到很多东西。
应该是完了，我们速度要快一点点。哇，气球也来了，麻烦。好，守不住，就只好疯狂进攻。完了，输掉了，输掉了。残念啊，好了，这场没办法尽力了，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残酷。第一次的火箭炸空有点太吃亏了。兵法，弓箭手，小散哦。好了，这个一费的骷髅也是可以的。哦，这个撞到墙壁的感觉。哇，你还敢扬采集器？不是很好哎、欸，不错、哦，他这个剑雨可以，剑雨帮了不少忙。哦，刺客很强，刺客撞进去了，哇，我们这波会不会太强？好，这个好快哦，再帮人补两下。啊，这个滚木出去就什么都没了。现在越来越有胜者的优势了。哇，两个，还好我的瓦基力很强。对方只能疯狂硬砸，疯狂硬解，有了吧？终于赢了。好，第一场输得不明不白，第二场很努力的，但是依旧是死去了。33小骷髅收集到了，兵法弓箭手，兵法好了，这种群伤单位的还是蛮强的。屠夫治愈哦，不要这个飞行器，对方有王子，哇，两只王子吃石头，不晓得会不会有点强。好，我先选石头下来，了不起不出嘛。哎呀，我这边看起来水费还蛮还算低的。糟喽。好险！哇，我的吹剑哥死去了，死！好，两个飞行器，飞行器还蛮强的，飞行器很强。啊，这个治愈药水搭配气球的组合，石头顶着。
帮他们防不胜防。哇，左边也爆了，右边也爆了，快点全压了，满满的，到处都是兵。好，这场很快，很快了结。今天网路真的有点慢，连不太到。公主，剑鱼跟毒药，毒药好了。小皮卡，这个空中飞的，好，选一个在空中飞的。搞不好他们对空特别弱，目前看我手牌这样几张。好，是播放我们的反打。哇，竟然直接用砸的，有这么狠吗？有必要这么狠吗？太狠了，太狠了，这个有点空砸了。推进去，推进去。哇，好强哦，这个飞筒。很不幸的是，我们左打守不住了。放追，放追了。南希，那个火箭炸的还可以，因为。倒也不用防守，好，野猪，这小皮卡我们就没人理他了。啊，没有炸到东西的样子。哇，直接送到桥头，死去会不会太惨了？有点紧绷哎。这波守住就有一点点机会，守不住就什么都没有。哎，好像有点机会。怎么赢的我都不晓得，只是看到一直放兵就对了。啊，好，我原本以为输定了，收集火法。火球跟剑鱼，火球跟剑鱼，火球，哇，我们有骑士筒哎，给对方双胖，我们有点难，感觉会有点难解，我拿巨人好了。
特斯拉电塔，或是飞空中的特斯拉电塔，那个建筑物拉扯拉扯，然后好，崔健哥留给对方，我怕我崔健哥出来刚好跟对方的公主太接近，一起死去。哦，这是召唤的趋势吗？没有。没那么快，啊，这个滚木有点，搅得有点可惜耶。哎呀，屠夫得死啊！屠夫不死麻烦。两方都毛起进来再拼了，就对了。好，基本上我们守不住，他们也守不住。接下来就看谁心脏大颗。住了，憋住了。但是打有点勉强。因为对方还有一颗气球呢。哇，我们要抢时间。好，相信队友。猪，加油！这里可以找到一些东西。好。拼了！拼老命的拼！对方，完了。快点！盯住！哦，好盯啊！但看起来就是掌握之中，一定是这样的。好，六胜了，六胜了，终于也来到最后三场。相当的不容易啊！这个拿扩军好，这个乐趣很多。工程锤，我们守得住吗？这个发现小单位的，在这个悬崖挑战，倒也不一定会很常出现。所以选个骑士王子来玩一下。绝对防守。冲啊。好，赶快把这个火法解掉。火把麻烦，火把麻烦，火把必须先解。好，解光光，解光光。好，这边还可以再顶骑士。
哎，顶王子。啊，他那个飞行器很强哎，真的是还蛮猛的。完了，我们守不住了。好，对方狗球。加油啊，王子！直接毒药了。对方的也出现了，那气球守不住，气球好强啊！好，自己毒药下去。啊，这个气球超难解的啦！啊，但是也解掉了，说很难解，但是解到，扛住，不错，加油，扛住！哇，给你拼进去了，太强了吧！好猛哦！好，这个好像要提前结束了。飞行器很强，嗯，我觉得飞行器很强。他现在唯一比较，应该是说毒药跟剑鱼都没办法耐他合吧。那耶， yeah, 又补了两张。那火球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会带的东西，所以。哇，他们有两个这个剑鱼大伞，我想想看，剑鱼大伞，大伞好了，对方已经有一个大的，然后飞行器，好，飞行器，好，滚木。好，好，但就算他们对方下你弩插弩，我们也有东西可以应对了。理论上，好，好，不管，就当作没看到。哇，这样子玩的太猛了吧！竟然还把我最近哥给砸了。好，接下来换我们反打喽。啊，直接把他这个给闪掉。哎、欸，好，这边两只，有滚到吗？有。冰一下，换冰左边，好，倒也没有太大问题。好，控攻砍住了，哇，又是两只。滚得到吗？可以，完全没问题。我们排行上来说，到我觉得还算是有克制到的感觉。目前为止，哇，现在是长筒的，现在蚊子，
先把它滚掉。是要小心一点哦。没错，炸下去就对了。那我们左塔喷嘞，不小心。好，直接第三关喽。看可以跟进去。好，不管不管不管。哟，中不到。好，直接闪。好，这个再一个大闪跟滚木就搞定了嘛。稳的。矿工气球，这个很哇，双气球吗？好，我也拿气球好了，有点刺激。然后，这个可以解墓园，然后锅炉。锅炉好了，然后公主，好，两颗气球，先了解一下对方的对空单位，然后我们再看如何应对。马上就来了。哇，怎么骷髅军团去送死去？很有可能就是没有对空了，完美。然后我这边又有一颗气球，你可能就很难受喽。第二颗气球出现了，哎呀，可惜啊，没有炸到。再一次，哇！我们两个气球，哇，被笑死了。对方还，哇，三颗，不要砸，为什么要砸？啊，好吧，既然已经砸了，也没办法。这里好像，啊，这里我先守一下。好，这个哇，飞行器有点太强了，我们疯狂对空，有点疯狂对空，我是不好意思一直又出下一颗气球啦，我觉得有点太过分，真的是有点太过分。哇，疯狂气球真的很过分嘞，后面我都不太冷静看了。好，气球又来了。这个气球有点就为了出而出的感觉了，因为觉得太有趣了，怎么会这么多气球啊？
哎呦，气球又来了，我没看过这么讨人厌的，气球超讨人厌的啦，而且我们还双气球，对方对空来说没有，不算是特别多，就屠夫这种 A O E 伤害人，中还把中奖留给我们，好，这场我快被笑死了，好，来到最后一阵了，加油，我们。他完成了我们的这个免费的飞行器挑战了，哎，没有哎，完成了，什么时候完成了？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还停留在第八阵的状况哦，所以刚刚呢最后一场了，哇，第最后一场打得这么开心啊，1100金币，一张的哥布林三张，野蛮人31张，骷髅，那5张的工程锤，哇。好，逆风而追，还不错吧？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虽然说我们第一场很雷啊，把队友给雷掉，因为我真的以为赢了，真的非常抱歉。如果那个队友你是华人，有看到影片的话，我只能跟你说抱歉。好，这边也宝箱也开一开好了。好啦，那我们就收下我们的奖励，结束这回合。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这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米兰、同时的小铃铛。我是阿叔，我们下次见啦，拜拜。